有人说IT有靶材，是液晶显示的心脏，那是因为离开了它，什么也不亮；有人说IT有靶材很妖艳，那是因为它通电、久亮、断电就遮光。火炬安泰的产品战略定位在显示面板、半导体、太阳能发电三大领域，在确保各面板巨头企业量产供应的基础上，将持续利用多年的技术储备，不断向高纯金属产品领域发力，形成三箭齐发的良好态势。我们公司准备用10年左右的时间，把公司接成世界前三强的靶材公司，用3年的时间接成500吨 ITO 靶材和300吨金属靶材的国内靶材产业基地。